Winner or loser， 男人把妹魅力排行搭上最油腔滑调。Winner 跟 loser， 德力平常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他是可以聊出东西的。跟张立东聊天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就是五四三。你跟他聊天，他还带导播去啊？五四三，哎，今天好，我跟你讲，你认为鲁蛇是国贤？女生一走进来，我很会看手相，就抓手了，没有看手相。认真在分析手相，表情很严肃，有没有人说你？今天晚上10点，小心打跟班。